子呢，涂家拍了一支影片，影片内容呢就是要跟我们大家说他其他土耳其朋友有多喜欢台湾。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这支影片。Kaçıncı Tayvan'a gelişim? 5. 5. Tayvan'a gelişi. Yani bir ülkeye gidiyor, daha sonra tekrar bir Tayvan'a geliyor. Çok merak ediyorum Hacı Dayı. Neden Tayvan'a bu kadar sık geliyorsun? Ya Tayvan'a bu kadar sık gelmenin en büyük nedeni insanları çok sıcakkanlı. Hani aynı arkadaş, hep beraber arkadaş gibi geçiniyorsun. Bir güzel karşılıyorlar bizi falan. Ondan sonra işte Japonya'ya gidip de geri dönmenin en büyük sebebi soğuk olması. Hani biraz daha yapamamam olması. Sonra geri geldim işte Tayvan'a. Tayvan neden 5 kere geldim? Burada çok güzel arkadaşlıklarım var. Hem yerel halk olsun hem Türkler olsun. Onlarla güzel arkadaşlıklar var. Güzel vakit geçiriyorum ve dinlenme olarak görüyorum. Motive oluyorum Tayvan'da. Ondan sonra seyahatime devam ediyorum. Yani Tayvan ikinci evim de diyebilirsiniz. Ya, ikinci evim ya direkt. Best of country yani. Wow!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对于台湾是很陌生的，他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在就讲不出来，然后他们会觉得台湾好，我去试试看好了，去了之后屌屌，觉得这个地方太棒了。所以现场八位呢都是非常爱台湾的新住民，是啊，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好好比赛一下，到底我们有多爱台湾。那首先介绍我们来宾 Jaco 哥，嗨，你好。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你口说无凭，一定要拿出证据来让我们看看你有多爱台湾。首先小贝，你有多喜欢台湾？我超爱台湾。但是美国人都很喜欢自己的国家。对，你有这么爱台湾吗？嗯，这么爱台湾，然后我有带一些东西来证明。好，等一下我来。你要去哪里？我来，小心大家。小心。等一下，我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别的东西。你今天穿这衣服也太性感了吧！哇！等一下，我来。全套嘞！我超级爱台湾的传统的文化。这个是南寮宫本港进香活动。哇！这个是大家妈祖的。大家妈。这个是我的背干妈祖绕境活动，我都有去过。然后我觉得台湾这个文化其实很有意思。那你那个灯笼是？这个是彰化南寮宫本港进香活动。哇！所以是去参加的人才会有这个小灯笼。对，而且你连平安符都有了。这个是一个八点的一个，还有那个。这个那个南寮宫本港进香活动，我就觉得就是其中所有的绕境最有意思，因为会有一段助理，我们会聊 K， 就是聊起那个泰语是聊 K， 还有我们会经过水聊 K， 走过溪水啦，对对对对对，是什么东西？三万多人，我们三万多人，我们都会在水那边走一走，就是在半夜的时候会有烟火很热闹。我这个东西我都超级喜欢。哇，那你可以站起来转到背后，让我们看一下你整套吗？如果可以转一下。还是你要下来呢？哦，你没。我来，可以，可以，来，我来。OK。我来。哇，还有转圈。我来。我不要。你还会转圈哎，你真好灵活。我就不会掰它，我是相信它。你是喜欢这个文化？我就是喜欢那个文化，那个很热闹的。感觉你包包可以放下了，背着，有一个感觉，没关系，你先我来休息。好，除了这个很认真之外，现场还有一位也是非常的认真，就是小诗，是你发烧吗？是什么？不觉得今天我这样子很像吗？我觉得你今天很美，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我是觉得他再多遮一点，应该会更美。大概是遮很多。是永远是泰国，但是台湾算是第二名在我的心中，对，第二个家嘛，对。然后我喜欢台湾的文化，就是虽然我庙没有那么熟，对，不太懂，但是原住民我是很爱，就是他们的文化，虽然也不太了解，但是就喜欢他们的就是传统服饰很漂亮，对，传统服饰，然后他们的个性，我觉得他们的个性就很像我们泰国人，对，有小米酒我们也有，有酸肉我们也有，我们吃那个竹筒饭，竹筒饭，对，我们也有，
就是跟泰国有一点点像，对对对，很像。你今天这个头套是哪一个族啊？因为我上次有去外景，在乌来那边，这个是泰雅族，哎，对吗？对对对对对，泰雅族。对啊，但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因为我觉得她现在整个戴的这个有点少女的感觉，就很像在山上会高歌一曲的。而且现在这个节目可以公开说谎就对了。哎呀，他不是乱唱，他是真的认真。对啊，他是真的。我练过。你是我的最美，你好，我的美。见好就收，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快点。太多了，太多了。原住民的一些舞蹈啊，对，对，舞蹈就很类似。哎，那你呢？这个是我代表爱台湾的，不是不是，我没有换，我还是法国人，我没有换台湾的舞蹈。这个是不是你老公的吗？没有，这个是我最爱的女人，对，这个是我全世界现在最爱的人。然后我给台湾那么可爱的小包包，对不对？搞不好之后再回别人呢，台湾小姐还是重头。对，如果以前在变台湾重头，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也当然是台湾的一部分。他们就是我女儿也会在这边长大，所以她就会是台湾人，所以我爱台湾，我爱我女儿，我爱我老公，就是这样的。她就是因为爱，这就是你的家了。对啊，我也爱台湾。可以，这个我可以接受。这接受。那 Josh， 你呢？有没有什么证明？爱台湾。好，我这个证明就是比较久以前，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2012年的奥运就是伦敦举办的嘛。嗯嗯。到那时候，我的乐团刚好是写奥运的加油歌主题曲给中华台北的奥运队，然后就是帮他们去伦敦比赛加油打气。哦。然后就很荣幸，因为那时候是他们的第一次有自己的加油歌，第一次有主题曲。那后面2016年就听说是高雄乐团那个灭火器有写歌给他们去比赛，所以我觉得这个荣幸很大，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开始，就让音乐跟运动在台湾有个连接，因为这个是我们英国的文化，就觉得很开心可以把这个文化送给台湾，然后台湾现在就会变成一个传承，现在都有一个自己的歌曲，对对对，自己现在自己的艺人、自己的乐团就会更支持自己的选手。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忘记你曾经看过哪一个比赛，但如果你有一天听到这个歌，那个回忆是会马上跑回来的。对呀，好感人哦！我可以，你要哭了吗？可以。那我们先等你哭，等你哭，快点，我们等你哭。啊，很感动，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因为你们是第一个，而且你们算是外国人，对，你写了一首属于台湾中华队的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而且写中文呢，台湾人也会很感动的事情，谢谢你，不会不会，非常的感动。好，那阿福你呢，有没有做什么？我刚刚在 Josh 的 video 我看到那个北极熊，是不是后面有北极熊？那北极熊是不是快没了？对对，为什么快没了？因为大家一直就是破坏地球。对，所以我觉得我爱台湾的代表的东西是这个环保杯，虽然是蛮烂的，但是我已经用了。对啊，我觉得代表。我用了很久很久，生了多少个纸杯，多少个什么塑胶杯，对不对？都没有到阿福手上，都没有到阿福的垃圾桶。你看，对不对？要爱台湾，要真正爱，不要每次说爱台湾，然后为了哎，好厉害！对，环保就是从你自己开始，对，每天从一小步一小步，对。真的是不是？没错，是。我跟你们讲，我觉得台湾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对，还有一点，不是还有一点，就是蛮有那种环保的概念。我每次去那种咖啡厅，人家问我，我要在里面喝咖啡，他要给我纸杯，我说我不要，我就要马克杯。对。然后我就问，那我的哪个杯？我说我还有一杯水。那我给你纸杯，我说不要，我水我也要马克杯。然后我就拿两个马克杯，我上去坐在那边喝。然后我看所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是用马克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用纸杯，而且在楼下拿，然后上去喝，然后丢掉。你为什么里面还要用纸杯？对不对？对。你今天这么生气，够了。那杯子里面是 whisky 啊？
所以情绪很满，对啊，所以大家一起做环保哦。好，那苏米，啊，是我也是算是环保派，对对对，还有吸管，吸管，因为我只爱那个饮料嘛，我爱饮料那个手摇。哦，对，这个就是很台湾的东西，所以我真的很爱，天天都喝，但是每次那个就买那个，如果每次都用一根吸管的话，还有那个要不要那个买袋子什么的，就说哦不要，我有这样子，这个我觉得是只有台湾卖的东西嘛，应该台湾开始卖的，对，那个对对，是嘛，我马上卖，对，我是买。对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子，这天天都是直接喝，对，这个是很爱台湾的。然后我有点不太习惯，因为我也有买，然后不太习惯是因为我以前会咬那个吸管，就好像门牙有点裂开了，太可怕了。因为太习惯了，每次就会咬一下咬一下，然后现在就是要练习自己不要咬。而且我常常看到有些人买一杯饮料也说给我袋子，我想说你就手上拿着就好了，干嘛要袋子？我觉得很方便，对，或是用那个环保的那个杯套。我觉得应该很有感觉，因为日本买任何东西它的包装都非常的复杂，对，我觉得太多了。还有便利商店，你杂志它放一个袋子，热的放一个袋子，饮料放一个袋子，蛋糕再放一个，超级多的，都觉得。不环保，不要这样子。就说我不要。好的，那鲁之善，你呢？有什么爱台湾的行为？大家，你的衣服，这个是我的学衣，我天天穿这个衣服睡觉。哦。而且我敢穿这个衣服出门，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外国人，所以我没有害羞还有丢脸的感觉，而且哦，台湾人看到我穿这个衣服的话，可能是很开心吧。对，而且我们台湾人看到这样子的话，还会说，哎，你知不知道坐车要怎么坐？你可以买什么卡比较便宜？你要怎么买比较划算？跟你讲好康。我刚刚也是坐这个穿这个衣服坐捷运。我也有买这样的 T 恤，我爱台湾。我买那个台湾 Number One， 你有听过吗？但你身上这件是猪，我没看错吧？不是不是，是那个猪。猪小猪嘛，小猪，猪年，不是猪年。可是今天我找不到那个 T 恤，台湾 Number One。我有卖这样子，他买了一件台湾 Number One， 跟他一样差不多。可是今天找不到，突然找不到，因为穿过多了。对，真的。柜子里面就找不到。太乖了，没有拿出来穿。没有，这样就很棒了，好不好？小诗，我们今天特地的安排位置，你看不出来吗？就是最远的距离，就是怕你骚扰他，好吗？好，那因为大家来到台湾很久了，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住久了就会被同化。你们有没有什么很台的行为？穿牛仔裤短的，穿牛仔短裤，对。但是这个我们法国人也会，夏天也会穿，这很正常吧？我是说是这样，跟丝袜一起。哦，配裤袜，在法国这超台。对，这个你们看我身上是不是？以前我这个我会在法国不可能穿这样，就因为这个是夏天的，我们有冬天的裤子，不会是牛仔裤。在台湾就是穿牛仔裤是一定的，夏天。但你在法国会穿这么短？短的吗？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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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不会，我会露胸部，但是我不会。对，在就这边露到这里，对对对，可以，因为这边比较闷了，比较闷胖的。对，以前我看不起，现在我觉得哦这样不行啊，他不会 fashion 啊，没有优雅，就是现在我也是跟台湾一起啊，很台，对不对？我也是。也是来台湾以后开始，随便穿个拖鞋出门，嗯，很舒服，对不对？很舒服。而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丢垃圾的时候才穿，可是现在天天穿，不管下雨没有下雨，我冷不冷我都会穿。你冬天也会穿拖鞋出去？对啊，我最近买特别买了冬天的拖鞋，真的，很不错，是不是？真的。你这样做捷运吗？很棒。我刚刚吗？你对你这样做捷运，哇！真的假的？你这个我真的好台哎，做捷运，超台的。他已经是台湾人了。你超台的哦，拖鞋的魅力一定不知道，真的。现在没有的话，我活不下去。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对不对？我也超爱穿拖鞋的，很舒服。我连去学校、小学啊，去接小孩子下课，我也穿拖鞋。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你穿拖鞋就很。很自然嘛，是不是？是不是？合理啊！我跟你讲，拖鞋。今天看你穿帽T好
好不习惯，你看穿吊嘎来就好。我以前上班真的穿吊嘎，穿吊嘎，然后如果出外景我就穿拖鞋。你看，如果今天我们型男全部都穿吊嘎，要看身材，还看身材。小贝穿吊嘎很猛哦，超帅的。你下次可以穿背心来上好可以节目。好，我下一次会等你哦。而且还有洞洞网状的那种。那苏米你呢？好。怎么可能？日本人怎么可以怕喝冰水？因为去日本嘛，就去餐厅什么什么，都是夏天、冬天，对，都是有冰块的冰水，超冰，我会提供你，是不是？然后就觉得这件事啊，一定要冰的，就喝起来比较舒服。但是刚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温水是很恶心，为什么温温的，有点不习惯。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对对，身体也是。对，好像好的感觉，所以现在回去日本嘛，然后就去餐厅，然后就冰水的话就觉得太冰了，就可以去冰吗？我现在问你，去冰吗？可以吗？对对对，就是这样。那阿福你，其实我跟刚刚苏米讲的，我觉得有点类似的嘛。我是喜欢台湾的，差不多就好了。什么意思？像比如说你穿拖鞋 ，Why not？ 对，那我们在德国。的话，我们出门，我们一定穿衣服，一定要烫。比如说，你连个 T 恤也要烫。然后连我妈妈以前连我烫。嗨，台湾的下场，美国人英文退步了。都是 Chinese plus English。So hey, do you like this mug？ 然后我会说吗？那 ，And this you want 吗？然后我就说一件吗 ？Hey, this is pretty cool 吧？这样子的东西。内裤链，我的袜子，他都帮我烫了，真的。可是袜子又没有人看到，没关系，丢起来吧，预热。然后内裤我是没有漂亮，永远我在记得，从小时候用一直都爸爸妈妈一直跟你讲，如果你在外面出车祸有什么问题的，你到医院，然后他们要帮你衣服脱掉了，然后看到你的内裤脏脏的，在你们国家的救护车里面，他们把裤子脱下 ，Oh my God， 怎么那么脏，怎么那么乱的内裤啊？对，我怎么进行救援啊？回去换内裤，有人烫内裤啊，好奇怪哦。那小石你呢？没礼貌，哎，干嘛这样子？我们台湾最有礼貌，哪有？哎，请小姐，对不起，我们最常说了，是真的，就是变没礼貌了。我来台湾，你好好说，哪有？好来，哎，听听看，听听看，哎，台湾人玻璃心哦，小心，赶快解释。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泰国就是差不多韩国。就是会有，就是长辈有吗？分得很清楚。我怎么觉得大一点点也要讲姐姐、哥哥？对，像阿福这样年纪，我们要我应该要叫他干爹。阿北，对，是真的。你敢？打你老公？对，不礼貌。哪里这位公主没有打你？没有。其实我叫阿福这样是不礼貌的。阿福不礼貌。所以是吗？所以你们泰国的懂礼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没有礼貌。可是这个是尊敬。像我现在看到很多阿嬷，明明就有够老，我就会说姐姐这样子，对啊，他就会开心。但是在泰国就是不礼貌，在泰国不行哦。你看到比较，这不是嘴巴很甜吗？像阿福这样，不要一直拿他当范例，就是只有他一个啊。对，像阿福这样，要虎哥这样不行哦，不行，人家会。不开心是要说阿福阿伯。对，如果说我跟他年他女儿年纪差不多一样，你跟女儿差很多，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如果说，例如说我跟他女儿，你又拿麦克风，年纪差不多的话，一样的话，我要叫他爸爸，也不用说福爸什么，不用，就是直接直接叫人家爸爸，对，爸爸妈妈这样子跟着叫，对，跟着叫，对，然后阿姨叔叔要分得很清楚，后面又有卡卡，对对吧？所以你们泰国人一见面就是先问年龄吗？跟韩国人没有，其实我们一看知道比我们大就是先屁。那你觉得他比你大几岁 ，Jaco 哥？啊，哥哥应该四十几吧，差不多对，有超过四十五吗？四十。对，六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哎呦，四十六，不是四七了。叔叔，其实很紧哎。其实我们最讨厌小石这种讲诚实话的人。真的，你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哥哥。不用再说那么多了。你好会猜哦。
我舅舅跟你年纪一样，对。我很少不想再录这个节目。对不起，对不起，是真的。我们每次见面都要这样嘛？对对对，也不能平，就是手要放对，年纪比你高，你手就要放高，对，要放这里，年纪比较大，放这里，所以跟你平辈的这里就好，对，平等。就是如果想你很多辈是这样吗？没有啦，哪有？没有啦。会说，对，平等会比较小，就是这样。对，比较大是这样，可是我手也变硬了，嘴巴也变不会讲了。很多人就说，哎，你女儿好像没礼貌。对，真的，是一个没礼貌，文化不太一样。对对对对。那你的那个口音上面会不一样吗？因为有时候台湾，我就直接想到台湾的台式泰文。对，台式泰文这样，我就直接讲，我觉得自然我的就好了。可是他说，姐，你讲话好像外国人哦。就不像泰国人这样子，你讲话也很不像台湾人。没有啦，没有，因为用泰雅族。哦，泰雅族，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都会这样，教教学你也会吗？也会有一点这样子，因为中文的文法跟英文的文法就完全不一样，有点颠倒。对啊，所以我每次回去，我妹妹都会笑我说我用中文的文法来讲英文。假设我们用台式英文跟外国人讲话，其实外国人是听得懂的，对不对？应该可以听得懂，就看。但是他会觉得我们，只是他们文法觉得怪吗？那如果我们关键字都讲出来，但是顺序放错，你们听得懂吗？应该是可以，可以猜，应该可以。那小贝你呢？你的英文也会变很差吗？对，其实我也会讲另外一个语言，比我的英文还要强。那个都是叫 Chinglish 啊 ，Chinglish 都是 Chinese plus English， 所以我的 Chinglish 其实很强，因为我有住在这边两年，我的英文有改变到一半英文一半中文，就 Chinglish。所以你来台湾几年了？两年。两年改变了。有啊，第一个事情都是我会讲一些台湾人讲的英文，可是美国人不会讲，好像 case。我们不会讲 case， 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说，哦，我有今天接 我最近接很多 case。I have a new case。对 ，case 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要接是 case， 就是 gig， 所以我们会不一样的。还有你们说那个是太 over， 对，我们英文没有那个。所以我说哦，太 over。对，我说哦 ，mom， you are too over， too over 什么？在上面，所以。所以你们会说太过分 ，too much， 对对。我去年的夏天我去美国，然后我会跟我哥哥讲，哦 ，this is cool， 对不对 ？I mean， this is cool， 哈，我就是这样那个，对不对？哦。然后我有问人那个问题，我说 ，Hey， do you like this 吗？然后我会说嘛，嘛 ，this one 嘛，然后我就会讲嘛，还有 ，do you like this 吗？我也会像这样说吧 ，Hey， this is pretty cool 吧。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地方。那你们有没有也因为你们的关系，朋友也被你们影响，也爱上台湾的呢 ？Anna， 有，我爸超级爱台湾，他也穿丝袜配短裤。他很希望不穿哦，但是他那个上面的衣服，他买很多，就是台湾爱台湾的这样。跟鲁智善这个很像。对对，很多很多，然后他就会一直穿，在家一直穿。然后我其实我家很多，你到我客厅，到我书。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台湾的东西，然后我叫我妹妹帮我录一个小影片，我带她过来看一下。你们看，我爸爸爱台湾。你妹妹长得很像你哎，怎么那么像啊？帮我先吧。上面挂国旗耶。哎，真的。来来来来来，怎么怎么怎么？来。来。还有。那就再见。其实不是为了影片放，他们一整年都在那边，一整年。对，他是因为常来台湾，所以才变得那么爱。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在这边，然后就是想你，顺便想你，对，很感动。阿福，那你？我是爸爸妈妈，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他们这几年都一直没有再来嘛。他们是上一次来就是小朋友出生的时候，然后之后就没有来。但是我很多很多朋友，我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结婚，大概有我八个德国朋友，他们就跑到台湾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之后大概有四五个嘛，他们是已经来了，我不知道几次嘛，大概也有真的真的没几年又要来一次来一次。然后我们德国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club 嘛，就大概有十二个男生嘛，那每一年他们会出国一次，然后他们什么南美洲也去过，什么
上次荷兰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比较近，有的时候比较远。那明年2020，他们就打算要来台湾。对，他们已经警告我，他说你最好。韩国最爱伴手礼，原来竟是他。我的爸爸很喜欢喝，我的弟弟是很喜欢吃台湾的。有一个牌子很喜欢，可是他想试试看不同口味的，还有不一样的牌子的，所以很烦，因为。他们就打算要来台湾。对，他们已经警告我，他说你最好你最好请假，请长假，因为我们12个人，我们12个人会一起来，然后你会累死，那真的会累死，因为我刚好我上个礼拜我又只有两个朋友，那是也那个12个其中之一，一个男生嘛，他之前他来过，这次来过第3次，还好他现在有女朋友。所以他这次带女朋友一起来，所以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他每次都是来玩，不是工作。就是来玩。他们这次来，从台北我带他们到高雄，然后从高雄又带他们回来台北，然后他们对台湾的新的那种印象很多。然后我也请他们拍个小 VCR， 想请你们看一下。好。我的最好的朋友。嗨，大家好，我阿福。我跟你们讲，我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很累？因为刚好有两个德国朋友来台湾看我。然后我们刚刚是从高雄回来，我们绕了一个台湾啊，从台北到高雄，我已经当了一个礼拜的导演。你看那个黑眼圈都来了，然后都睡眠不足，然后天天喝酒，然后陪他们玩。那我们问一下，他们这一次来台湾的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他们最喜欢什么地方吗？那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叫 Petra， 他是德国人。Petra 是什么？我发现你在台湾住 am best 地方。Mentalität hat mir sehr gut gefallen und die netten, lieben Leute und mein Horizont hat sich erweitert, weil ich ganz viel mitgenommen habe, ja, Liebe. Oh, oh, 他说当然人情味嘛，是最喜欢的。哦，我都要哭了，我好感动。但是最喜欢的就是人，他说台湾人真的很可爱，很友善，跟德国人比起来，我这里他很舒服。然后他觉得来这边，他就是打开眼界。他还没有来过那个台湾，我是中国之前还没有来过，所以他觉得这边跟德国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觉得他有学的很多东西。嗯，把桌子好好说。哦吼吼，还说阿福是最好的。好，不要再这样子，我男的朋友在后面，就是他的男朋友，等一下他搞不好会吃醋的。这个就是 Vince， 他是我从小的时候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他已经这一次来台湾第3次，这一次是跟女朋友一起来，然后我们问他一下他对台湾的印象是怎么样。Vincenzo， sag mal, was gefällt dir denn hier am besten? Also, wie gesagt, ich bin ja auch ein bisschen technisch begeistert. Das ist der 101 war schon gut gewesen. 101, 101, 因为他喜欢那种有技术的东西。Dann mega schnell ein Aufzug für hoch.哦，说那个电梯很快，我想坐。但 U-Bahn System in Taipei in Kaohsiung， 他说捷运台北跟那个高雄的捷运都是最先进的嘛，跟我们那边比，我们都输了。他说高铁很棒很棒，然后我们德国的火车一天到晚都会迟到，真的很丢脸。嗯，那吧。Und das Essen natürlich, ich liebe das taiwanesische Essen, die Küche ist Weltspitze und überall, nachts kann man sogar essen, überall. 他最喜欢吃东西，他说台湾美食 number one， 就说哇，这边随时都可以吃，连睡一半啊，睡不着了，起床了3-4点都可以去吃东西。Und Nachtmärkte super， 哦，还有夜市也很棒。啊，Fußmassage， 哦。Ich bin ein bisschen empfindlich, aber es hat richtig gut getan. Ja, wir gehen zum Fußmassage, ja, das ist ein bisschen kalt, aber ich finde es sehr angenehm. Und dann die andere Massage hier im Buckel. Oh, auch die Körpermassage, das fand ich auch. Kann ich jedem empfehlen, Massage in Taipei oder Taiwan. Das ist er empfiehlt, die Ausländer kommen, die können gut essen. Erst gut essen, dann trinken, dann massage. Okay, Vince, mein vielen Dank. Friend. Oh, komm her. 明天早上回去，我好难过。拜拜！哇，真的，很感人嘞，对，真的，超感人的。
聪明，先吃东西再按摩。啊，对，對對男生女生的态度也差太多了吧？你男生的啪，马上就一下，两个人真的差很多，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在一起那么久。不过我觉得台湾的吃的真的非常多，有时候我会到其他国家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反过来回台湾，发现台湾如果有一条街啊。没有一个卖吃的餐厅，你觉得这条街很冷清的感觉？对对对对，我们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呢，一定会有卖吃的，所以真的很不一样。对，我觉得台湾就是你随时想吃，随时都有，非常的方便。那鲁之善，你呢？有没有什么？我来台湾以后，我的家人爱上台湾。哦，对，我的爸爸很喜欢喝那个高粱酒。哇，他本来喜欢那个喝酒，可是他来台湾以后开始喝高粱酒，所以我每一次回去韩国的时候带。那个不一样的高粱，对高粱酒。还有我的妈妈的话喜欢喝茶，可是在韩国，不容易找品质很好的茶，因为我们天天喝咖啡，不没有习惯喝茶的，所以我每次去那个东门有很多很好的茶馆嘛，茶馆，对，那边买不同的口味的茶叶，茶叶对，还有我的弟弟是很喜欢吃台湾的泡面，有一个牌子很喜欢，可是他想试试看不同口味的，还有不一样的牌子的，所以很烦，因为那个泡面很重，还有种类很多，所以每次带去的时候觉得哇。他喜欢吃什么泡面啊？那个曼哈大餐那个牛肉面，里面有肉块的那个。对，我真的吓到了，我超级高。太高级的，还有肉块，对对，还有我这次跨年的时候去韩国，所以我也准备了有一些那个影片，好哦，全家人的影片。对，중국술이많이있는데제가대만에서온이술을가장좋아합니다고량주그리고이아래에도있네요이게하얀색어디이투명한병이거여기많이있어爸爸多到都忘记了제유명한거이것도대만술인가요모르고드셨네요맛있어요응힙이나온다네소개시켜주세요이디디는제일좋아하는대만의물건은뭐죠네다시요이게제가제일좋아하는대만라면이고好可爱哦대만갔을때먹어보고너무맛있어가지고누나한테한국을때마다사오라고他背你叫他背对呀누나가또사왔는데기분이좋네요예차들이있는데요제가대만에서항상사오는건이런우롱차라든지보이차제엄마가보이차를굉장히좋아하셔서보이차도가져오고있어요한국에서는차를그렇게많이마시진않는데제가대만에사는이유로우리가족은차들을즐겨마시고있습니다와진짜我觉得台湾的茶真的是阳明国，其实有没有很多不一样的？所以其他人你们也喜欢茶叶吗？对，我的家人他们也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台湾的乌龙茶。哇！因为以前我们去。然后他们喝，这是什么茶？因为挪威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大家都喜欢台湾茶，对不对？有不错，那个味道很好。我在英国之前吃完晚餐都会留下来泡茶给家人喝，然后他们很喜欢。所以你们都会放在茶壶里面泡给他们喝，还是直接放在杯子里面？没有，如果是泡给家人喝，我就是用台湾的那个方式，就是用小茶具吗？对对对，正统的台湾的。台湾的朋友送我那套了。然后我觉得带回去放很可惜，就一定要用了。那你还会有介绍给英国朋友台湾的？也会，其实因为在英国，喝茶就是基本上就是放一个茶包到一个杯子，对，就很随便的。那晚上你要跟朋友见面，就是去 pub 去酒吧，但我现在回去就变成朋友要我去 pub 的时候，我可能会。反而就邀请他来家里我泡茶，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而且那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因为那个感觉是心是聚在一起的。所以除了茶之外，台湾的音乐你也会带回去，很棒很特别的一次，也是很有荣幸邀请台湾我最爱的台湾乐团 Dizzy Bag 来到 Bristol， 一样也是跟我们一起表演，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就让看那些英国的朋友可以听到台湾，很棒的音乐，而且很不一样，就是英国是听不到这种
很棒的音乐。其他人认识台湾不只是小吃，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认识台湾。嗯、那苏米你呢？好，不好意思，我的是没那么感动的东西。啊啊、爱台湾的证明，美国、韩国这样做，是八个月内来了四次。哇，很喜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边旅行，然后我们可以一。拍这个照片泼上去那个 Instagram， 这是韩文版，就要去韩国开分店了，包红。我的是没那么感动的东西，就是蟑螂，是蟑螂油吗？对对对，这个是因为台湾是很多蚊子，对，冬天也是有很多，也是现在也有嘛，对对。然后这个是我的婆婆告诉我。这个是防蚊止痒，还有可以涂按摩什么的，还有晕车也可以用。对对对对，是很香的，所以就我很喜欢嘛，就慢慢用。但是我带回去日本，然后我的家人也喜欢，特别我们很喜欢这个，然后就哎这个借我闻闻看，我没有闻过蟑螂，我也是有，蟑螂油在我以前印象里面就是一些樟脑丸，我知道樟脑丸可以什么防蟑螂，还是山上的味道，不是樟树的味道，樟树的味道，那这是樟树精油吧？是因为台湾的蚊子很强，是樟树中被咬的很痒，很痒，对对对，这个很好用。而且有时候，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外面有蚊子吧，喷一喷，这又不是化学东西，就还不错。所以想要再问一下大家，你们国家人有没有很喜欢台湾的什么呢？小贝，美国人我们很喜欢户外的活动跟看风景，嗯，所以我有家人来很多次，然后他们最希望就是去外面那个骑脚踏车，做那些活动，还有去台湾的东部，然后像花莲什么的，都是比较多大自然的东西。那曾经我的妈妈来了很多次啊，其实她在18个月内来了四次，然后她每一次来，她都要去新的地方骑脚踏车，所以我已经有带她去台中的后里，日月潭，台东森林公园，跟淡水。还有那些地方，我们美国人很喜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边旅行，然后我们可以一边运动，而且我们都有脚踏车步道。我初年我的姐姐跟她留个小孩，他们有来了台湾旅行，然后我带他们去淡水骑脚踏车，所以我准备一个影片可以给我们看。好，我们来看一下。Okay, guys, we are back at one of my very favorite places here on the entire island of Taiwan. It's called Danshui, and this is this beautiful port right along the coast, and of course.Great biking. So we're going biking today with these guys. I've done it before. We're doing it again. Something I highly suggest everyone should do. You can just come behind us, Monica. Are you ready for this? I'm ready. Yes. Let's get moving.They're all ready. They're going to tell us what their favorite part of Taiwan was. So let's turn it over to Talon. Let's do biking. Biking? Where at? The place today? Let's move to Carson. Mine was probably the biking too. The biking too? Wow, that was all today. That's good. Okay. Sun Moon Lake. Sun Moon Lake. I like that place too. What about it was cool? The green water.The green water? Yeah. What? Boston? Sun Moon Lake. Yeah. What part? Oh, like the town on the lake. Okay. It just looks super cool. Yeah, it is pretty cool. Okay, let's move over. Benson, what'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Taiwan? Oh, Benson, what was your favorite thing about Taiwan? I liked when we went andwent through the rain in that street.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it was called. Jiufen Old Street. Yes, that was fun. That was pretty. That'll be pretty, a good memory. Yeah, yeah, yeah.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Just seeing the culture. Mom, you've been here 3 times. What was special about this time? Seeing you and seeing Monica and Jared and all the kids here and having you be the ultimate tour guide. It was wonderful. You did a great job.
觉得生六个虽然很累，但是好像蛮可爱的。对，带出去是个军队，真的好，很厉害，应该你姐姐很有耐心，对，对不对？有有有，但他们也很喜欢台湾。好，那 Josh 你呢？我妹妹跟我哥哥就拍一个短短的影片。好，爱台湾的理由。I've been to Taiwan twice now, and I've loved it both times. The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really friendly. It's easy to get around on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food is amazing. I think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and for me, the best thing are the people, the friends that I've made, and I go out to visit. It'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I love it. It's like home. Yeah, Taiwan. I love Taiwan.And one place I really love is Yilan. I love going to Yilan to surf, go in the waves. I learned to do some stand-up surfing in Taiwan. And so for me, it's really special. Brings back a lot of great memories. The weather there is perfect. The water is warm. And yeah, just the people are great as well. The other people to surf with. So yeah, thank you.台湾的天气，对不对？嗯，有，很舒服。有，好，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理由。那鲁智善最近在韩国最爆红的台湾食物就是啊，到底是哪个食物在韩国爆红，竟还红到开店？WTO 上课喽！今天要吃什么？你们去法国。一定会用这个句子，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讲话，然后你们是听不懂，因为法文很难学啊。所以你们要学什么？我听不懂法文这句，法文要怎么说 ？Je ne comprends pas le français。再一次哦 ，Je ne comprends pas le français。这个好用，但是他们会觉得你们奇怪，你们不懂法文还是会讲这句话，你们会骗他们吗？他们会觉得你是被骗了，所以你们可以学。还是不学，反正呢，不要讲英文就好了。三明治，台湾的三明，台中的那个林什么珍，对，那个很好吃，很多人拍这个照片泼上去那个 Instagram， 这是韩文版的哎，对，真的，那个还有一个 mark， 一个 logo， 这个对，一样的牌子，真的，所以他去韩国开分店了，包红，很夸张，真的，因为我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且在南部，不是首尔，可是已经有那个店家，很多人说。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味道很美味，对，真的很好。只是这个是韩国现在很喜欢的，对。那泰国呢？我们泰国呢，我都是问路人的啦，就是来台湾观光或者是工作的，他们最爱台湾，蛮算有礼貌，可以再讲礼貌。我刚说没礼貌，现在要说我们有礼貌。不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台湾之前，他们以为台湾人跟。大中国人是应该是一样哦，个性也一样，应该也差不多，对。可是他们哇来的发现，为什么跟中国人不一样？想象中的不一样，对，就觉得哎，台湾是可以住的地方哇。而且像来台湾工作的外籍老公们，就是。他们哦，不是以前是三年期嘛，让我去办文件，还可以回来吗？他们回去都是赶快，哎，翻译赶快可以，赶快帮我，赶快再回来，对，三天内就是还可以休息一个月，办件差不多要一个月嘛。他说太久了，在那边一个月要干嘛？然后他就觉得陌生，有一点。就不知道对泰国陌生吗？对自己不喜欢那边的自己的天气，就觉得太热了，然后就觉得住在台湾还是比较舒服比较好，偶尔还有冬天凉凉的。对，所以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那如果你没有来过的话，赶快来台湾，也希望大家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台湾，让大家知道台湾有多美。今天谢谢大家分享，谢谢。我们今天主持人下次见，拜拜。快来帮我们按赞加订阅，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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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